老六开设训练营，这是准备大规模的培养老六吗？ OK， 盘点那些老六搞笑视频，首先来看第一个。好家伙，这么多老六，这是准备征服海岛吗？报告长官，我发现有个人偷懒。好了好了，来看下一个。我丢，这就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六吗？隐藏得很好，下次别藏了，他喵的太吓人了。好了，来看下一位。哦对了，你们都不要发这个表情包了，我评论区全是这个，评论比点赞多，真是服了你们这群老六。好了好了，我们有那老六这是被制裁了吗？制裁得很好，没想到英名一世的老六竟然被网络公主和网络男生给制裁了，简直不敢想象。